大家好。那么上次课我们曾经谈到啊，如何评判英军焚毁圆明园啊？那谈到这个是非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谈到，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吧？就是要搞清楚英法战俘是不是被在圆明园当中被虐待致死，是吧？那么这节课呀，我们就重点分析一下这第三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的题目呢，叫做英法被俘人员是否被关押于圆明园并受虐致死。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讲到啊，这个额尔金说，他说他之所以要焚毁圆明园啊，就是因为清政府在圆明园当中把英法被俘者是吧虐待致死了啊。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是吧，英法侵略者是不是在圆明园被虐待致死，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啊评判中外是非的一个关键问题。那么经过看一些相关的材料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巴夏里等人啊，这是当时这个英军的啊一个重要的一个翻译啊，那巴夏里等人被清政府俘虏之后，那么确确实实曾经受过虐待是吧，也有一些英法的被俘者因为被清政府虐待而死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回避，也没有必要否认是吧，我们更不是说赞成清政府这种做法，没有这个意思。那么但是呢，我认为额尔金所讲的英法战俘在圆明园当中受虐待致死，这个说法没有事实根据。我讲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清政府把一部分英法战俘虐待致死，我不赞成，我也不回避这个问题，这是个事实。但是我要讲的什么呢？就是英法战俘并没有被关在圆明园，不是在圆明园当中被虐待致死的。有被虐待致死的是在其他地方啊，不是在圆明园啊。我主要是讲清楚英法战俘是不是真的像额尔金所讲那样被关押在圆明园，而且在圆明园当中被虐待致死了。那么我根据我看的史料啊，那么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啊。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看英法方面的这个相关史料啊，它的相关史料是不是可靠，一个小问题。英法方面相关史料的辨析考谬啊，英法方面啊，他的相关史料的我们一个辨析，他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可靠不可靠啊。那么在10月17号英国代表额尔金给恭亲王奕欣的这个召会当中讲啊，说英法侨民既在此园内遇害极惨，吾等啊，说我们在此园中发现英法骑兵之马及军装，且有一勋章，系由以法国军官之兄剥取之者。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为什么说英法战俘在圆明园被虐待致死了？说因为我们在圆明园当中发现了英法的骑兵，他们骑的马，还有他们的军装，还有他们的勋章，这个勋章呢是在一个法国军官这个胸上啊，胸部，哎，强取下来的，啊，这是10月17号额尔金的一个说法。10月18号英军的司令格兰特在给法军的司令孟托邦的一个信当中，他是这样讲，他说呢，被俘之英法人啊，被俘虏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手足拘服三日，手脚被捆了三天，不给饮食，啊，如此暴行，说这种暴行呢，既在圆明园中为之，是在圆明园当中进行的。那么也说，外国方面的记载可以说是人证物证，是吧？既有人证又有物证，啊，那么已经无可置疑的证明，英法被俘人员确确实实是被清政府送到了圆明园，在圆明园当中受到了虐待，啊，还有一些人在这虐待当中死去了，啊，好像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外国方面的记载到底可靠不可靠？我个人认为不可靠。为什么不可靠？我的理由有四点啊，下面我分别介绍一下。那么第一点，外国方面这个记载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啊。为什么互相矛盾？我们看啊，10月14号额尔金给恭亲王奕欣的啊一个信件当中讲，他说什么，怎么讲的呢？他说英法侨民非战时俘虏者啊，说英法侨民不是战俘，是吧？他们是议和代表啊，说清国政府竟加之以雷械，拘之狱中啊，加之以雷械就是把他捆绑起来，是吧？拘之狱中而科报以待之，且有数人因此而殒命。什么呢？他讲什么？说清政府的官员把这些人是捆绑起来拘之狱中，是吧？是把他关押在哪儿？关押在监狱当中，是吧？而不是讲的是关在圆明园。那么10月17号，那么额尔金给恭亲王奕欣的账户当中就说了，说英法侨民既在此园中遇害极惨，又说是在圆明园，就是英法他们自身的说法就是矛盾的，不一致的。那么这是我说他们的材料不可靠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英法方面讲啊，说英国人法国人是吧，在圆明园当中的几间房子里边啊，找到了这个英法的那么这些人的几件衣服啊，找到了英法人的这个衣服，说而且在清朝皇帝的啊这个马厩当中啊，马棚里边啊，说所有我们的马匹和銮佩几乎全部都寻找，然后说在圆明园当中发现了英军的这个马匹啊，还有他们的一些鞍辔。那么根据这些，英国和法国方面啊没有提出其他的理由，就主观的认为啊，说这些东西啊，他说他们主观的认为，认明这些物件原属巴夏里先生那班人的，说这些东西就是巴夏里这些人的。那么他发现这些马匹这些鞍辔是不是巴夏里这些人的，是吧？那么他们没有说明为什么是啊，就认为他是属于巴夏里那些人的啊。那么我们没有理由，是吧，去说他这种结论一定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相关史料，没有办法说他这个说法啊绝对是错误的。但是我对于他这个说法要表示怀疑。为什么表示怀疑啊？就是英法侵略者呀，在这个抢劫圆明园的时候，可以说的是忘乎所以啊。那么很多英法人都是把他们自己的军装脱掉，是吧？都是穿上清朝皇帝甚至妇女的衣服。那么这个英军的啊步兵第90队的队长，他曾经这样讲啊，说他们大都用他们所能找到的形式最滑稽的衣服装扮出来，是吧？有人披上妇女们的描鸾绣凤的袍子，而且所有的兵士们差不多都弃去他们平常的军帽，戴上中国官吏的番员朝冠。是什么呢？说这个法国人呢，把他们自己原来的军装军帽都脱了，是穿上清政府官员的啊一些什么帽子啊，官员的这种番员的朝冠，穿上妇女的是吧描鸾绣凤的袍子。那么这样的话，是吧，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怀疑啊，那么所谓在圆明园当中发现的英国人的也好法国人的衣服或者帽子，就一定是英法被俘者的这个衣服，是吧？因为像这种记载是很多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外国方面记载，说法国军官不断的进进出出圆明园，是吧？许多人穿着华丽刺绣的妇女的袍褂，差不多所有人都戴着漂亮的中国红缨帽来代替法国的军帽，是吧？他要戴中国这种啊红缨帽，
他自然要把他自己的原来军帽是吧摘掉，是吧？那时候他们所发现这些衣物是不是就一定是八旗里这些人的，还是这样这个英法军队在抢劫当中是吧把自己的军帽把自己的衣服脱掉，那么到底是怎么样，是吧？那么这个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查证，是吧？那么第三点，那么按照有一些被俘者后来生还回到了这个英军军营或者法军军营啊，他们回来说他们被关押在圆明园，是吧？那么这个呢好像说这是一个人证，是吧？是被清政府所俘虏的这些人回来之后说他们被关押在圆明园并且受虐待致死，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可靠 啊一般的说这是人证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仔细去推敲一下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可以试想一下。那么当时在北京的西北郊一带清廷有很多皇家园林，不是就一个圆明园，对吧？有很多皇家园林，那么还有很多的这个达官贵人的一些私人园林啊，这个园林很多，对吧？几乎连成一片，从这个大概至少要从这个清华大学，现在清华大学一直到这个香山，绵延20余里，这个园林很多。那么英法这些战俘被俘虏了，这些地方对于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他们从来没到过这些地方，是吧？英法战俘如果说真的被关押在圆明园，他们怎么知道他们被关押的地方一定是圆明园而不是别的地方，是吧？那么是清政府的人告诉他这是圆明园，还是说他看到了这个园子里边写着字圆明园？如果是他确实是写着圆明园，那里边也有问题。这些普通的英法战俘他认识中国字吗？是吧？如果说真是被关押在圆明园，是不是一定要进写有圆明园牌匾的这个正门呢？所以说呢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值得怀疑的啊，所以我是讲啊，就是英法战俘他们讲说他们被关押在圆明园，是吧？或者是当时的一种主观的猜想，他认为他猜想他们是被关在了圆明园，是吧？那么或者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一种造谣啊，出于一种啊不可告人的目的啊一种造谣。那么这是我对于啊这个英法方面这个史料的一种怀疑啊。那么后来啊这个英法这个一些英国人法国人的一些回忆啊，可以说呢是证实了我前面这个推断是有根据的啊。那么前面这个推断是根据一些他们的一些记载我做一个推断啊。那么有一些英法人的一些回忆证实了我这个推断是正确的，为什么是正确的啊，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那么后来有一个啊被俘者他是回忆，他说什么呢？说在关押我们的第一个地方什么东西也没有给我们吃啊，讲了要好很多，接着又讲啊，那么这段话不是连着的，我是摘取了其中的一些有用的地方，说在关押我们的第二个地方怎么样那么他这个记载，这个被俘者的记载，他主要是说他怎么样受到了种种的虐待啊。但是大家要注意啊，他一直是在用什么呢？说关押我们的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他没有明确说我是被关押在圆明园还是关押在什么地方。那么他这个说法就是比较可靠了，什么？他是讲关押我的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一个模糊的这么一个概念，而不是明确的到底是哪个方位，是什么什么什么是个什么这个所在，是吧？是圆明园呢，是颐和园呢，还是什么地方啊，是吧？所以说他这个记载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那么这个记载就证明英法战俘确确实实没有被关在圆明园啊，或者说他们说被关在圆明园是不可靠的，是吧？他们只能够知道我第一天被关在了一个什么地方，你比如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院子，是吧？周围的环境是什么，他可以记载这些东西，他没有办法记载说他被关在了什么什么具体一个地方。那么因此呢，
那么我认为啊，就是英法啊，侵略者他们所讲他们是被关押的圆明园这个说法，这个外国方面这个史料是不可靠的。那么另外啊，外国方面有些史料也明确的讲到了英法战俘者没有被关在圆明园。像有一个人叫做樊国梁，就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这个外国的一个传教士啊，一个主教。那么樊国梁在他的一本书当中，他这讲说巴西里等人呢被捕后初解至通州，被捕之后在通州被捕，被解到了通州，说然后呢被载至北京，用车运载到了北京，即至京，到达了北京，加锁链，加上一些锁链镣铐，置于狱，把它安置在监狱当中。这个外国方面也记载说，巴西里这些等人呢，先被解到了通州，从通州运到北京，到了北京之后，给他加上锁链镣铐，关押在这个监狱当中，没有说被关在圆明园，是吧？那么因此，我认为就是外国方面这种史料记载是不可靠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中国相关史料的一种辨析。就是中国史料怎么记载这个问题的。那么当时清政府的刑部尚书叫做赵光，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司法部啊，什么这个检察官呢、包括什么监狱的这么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单位的一个负责人，是吧？刑部尚书相当于这么一个部长。那么这个赵光在这个他的这个日记当中啊，就明确了记载，记载什么呢？说怡亲王载垣在通州同英法议和决裂了，将巴酋及以手下匡拿解京，把巴西里这些人匡片把他扣留了，锁铐交刑部监禁，加上锁链镣铐交给刑部来监禁。那么这是当时这个刑部尚书赵光的一个明确记载，是吧？他是清政府这个刑法的一个重要负责人，他这个记载应该说是可靠的说把他们送到北京之后锁铐交刑部监禁。那么当时号称中国四大日记之一的翁同龢日记，翁同龢日记当中也记载说8月初4号这天，怡亲王载垣等人回到了北京，他说怡王等即英怡通事八下里等20余人就是怡亲王载垣带领着英国的通事，就是翻译八下里等20个人回到了北京，后面4个字下刑部狱，把他关在刑部的监狱，是吧？翁同龢也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呢，是吧？翁同龢的日记记载八下里等人是被关在了刑部监狱那么这种记载还有很多像庚申一份纪略、英怡合议纪略、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卓修集往集篇等等，都是记载八下里是被关在了刑部监狱那么说绝大部分中国史料都是讲八下里是被关在了刑部监狱那么有没有记载把英法这个战俘关在圆明园的？有，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史料有一个叫做庚申英怡入寇大变纪略当中说巴下里等人被怡亲王是吧押解复原押到了圆明园有这么一条史料记载，但是这条史料不能说明问题为什么不能说明问题？下边呢我们再看这个史料后边那么在这个史料当中接着他又讲说这个怡亲王把这个巴西里等人押解到圆明园之后当时的怡亲王载垣还有正亲王端华肃顺等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奸党，
说这些人呢就担心如果咸丰皇帝亲自提审英法战俘啊，很可能使这个怡亲王、载垣、敦煌这些人的这种贿赂充斥、内结外联的啊这种罪行暴露啊。说因此呢，这个端王端华啊，这个正亲王端华啊、载垣等人啊，见八夷一到，一看到八夷里这些人被带到了圆明园，即令解禁京城，马上又让人把这个八夷里等人从圆明园又解送到了京城啊。就是按照这个史料记载，八夷里刚被送到圆明园，很快又被送到京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载垣啊、敦煌这些人怕他们的一些阴谋败露啊。那就是说这些人没有被在圆明园停留，更没有被在圆明园当中受虐待啊。接着他又讲，被送回到圆明园之后啊，被送回到啊北京之后，就是这条史料，他说被送到了圆明园，后来又送回到北京。送回到北京之后是什么呢？他的原话是这样：分交顺天府，刑部分禁。八夷里这些人被送到了圆明园，很快又被送回到北京，然后呢分别关在顺天府和刑部的监狱。那么说中外史料都证明，是吧，英法的被俘者没有被关在圆明园，是吧？没有，既然没有被关在圆明园，就是当然谈不到在圆明园当中受虐致死，是吧？那么好了，我说英法方面的记载不可靠，中国方面的史料证明八夷里等人这些被俘者没有被关在圆明园。那么没有被关在圆明园到底被关在哪儿，是吧？那么这个我查了一相关史料，是吧？那我要讲第三个小问题，就是英法被俘者究竟被关押在何处啊，在何处被虐待致死。我说没在圆明园，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下面我解释这个问题，英法被俘者究竟被关押啊在何处啊，在何处受虐待致死。我们首先看一看，是吧，八夷里等人被关押在何处啊。就说被俘的30多个英法战俘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英军的八夏里和洛克为首的9个人啊，那么剩余的另外是一批人啊。那么首先看一看八夏里等人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啊。那么根据大量的史料记载，八夏里等人是被关押在刑部监狱啊，大量的史料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在这个咸丰朝筹办遗物始末当中明确记载，孙格灵庆扣留八夏里是在9月18号啊，是阴历的8月初4，9月18号。清朝的刑部官员在9月22号上了一个奏折啊。那么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当中，他是这样讲的，说本月初四五日，就是18号19号，收进解盗疑匪9名9个人，是吧，内八夏里1名，其中有一名叫八夏里，这是八夏里的，他是最高的一个人物，是吧？所以写了八夏里的名字。其中啊，有一个人叫做八夏里，收进在哪儿呢？收进北监第三所，把他关押在刑部北监的第三所，是吧？那么刑部尚书赵光也有一个同样记载。赵光这个记载和清政府的这个筹办遗物始末的记载是一样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八夏里被捕之后，是吧，是被送到了刑部监狱，八夏里被关在北监的第三所。那么其他的人被关在哪儿呢？被关禁在啊，按照赵光的说法，一节锁进南北二监啊，其他的人被关在呢刑部的南监和北监这么两个地方。因此八夏里这些人没有被送到圆明园。那么后来英法方面啊，就要求着清军呢必须要释放啊，要求着清政府必须要释放八夏里，是吧？否则就要进攻北京。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的一个人叫做武备院卿横旗。那么在9月22号就到刑部去会见巴夏礼，要求巴夏礼给额尔金写信，劝英法联军从北京撤兵，是吧？这是9月22号横旗去刑部劝巴夏礼。那么这是一条史料。10月2号是吧，那么清政府把巴夏礼和洛克从刑部提出啊，改善他的住房条件，关在哪儿呢？关在德胜门内的高庙啊，仍以礼相待，对他还是比较好的。这是10月2号。10月5号又把两名法国人叫做亦由刑部移进该处，也从刑部啊关押到了高庙。为什么呢？以示平允，就是对待英国人和对待法国人是同等的，是吧？这是10月5号。10月8号下午3点钟啊，那么清政府就把巴夏礼送到了德胜门外的英军的军营啊，这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清政府的一个史料记载的。通过这个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巴夏礼等人在9月18号被捕之后，一直到10月8号被送回这个英军的军营，我们没有发现时间上的这种断缺，那个时间上没有记载，是吧？更没有发现这些人被关押地点的混乱不清，都是很清楚，先是关在刑部，然后关到高庙，从高庙送到英军的军营，是吧？那么既然被清政府非常重视了啊，被俘者最高的巴夏礼等人没有被关在圆明园，而是关在刑部监狱，是吧？那么其他的人是不是会关在圆明园呢？我们推理不大可能啊，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啊。关于另外一部分人关在哪儿，我一会儿再说。那么讲到巴夏礼等人并没有被关在圆明园，而是关在了刑部监狱，这个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什么可质疑的。那么至于讲到巴夏礼等人受虐待啊，这个问题也需要做分析。那么如果说巴夏礼等人受虐待，如果不是无中生有，也是夸大其词啊。这个问题呢，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巴夏礼被关在刑部监狱之后，是吧？那么清政府就认为这些个人啊，巴夏礼是一个要犯啊，因此就命令这个刑部官员呢，对他要严加防范，防止他逃跑啊，并且命令对于巴夏礼的早晚饮食均令其适宜啊，这饮食啊吃饭呢要让他和他的口味适宜，不可稍加凌辱啊，这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说但是巴夏礼是吧，他认为他是谈判代表，被清政府扣留了啊，他很不满意，抗议啊，按史料记载说折敢在监与官人生气，不肯饮食啊，要绝食抗议。那么接着在9月20号巴夏礼啊忽然呢这肚子疼，那么清政府的官员就赶紧派这个医官呢去给他诊脉用药，但是巴夏礼表示抗议啊，拒绝来服药。那么接着清政府官员给他改善了住房条件啊，另置房间并且加以开导。到了这个时候巴夏礼始食米粥如常，开始停止了绝食，开始进食了。那么后来到了10月2号，我们前面讲了清政府把巴夏礼从刑部监狱提出来送到高庙，这个时候巴夏礼在出狱的时候啊，曾经呢向清政府这个刑部监狱的这些人摘帽深谢不已，摘下帽子来表示感谢。那么说既然巴夏礼洛克等人是吧没有被送到圆明园是吧，也没有是吧受到这种虐待啊，或者说没有受到严重的虐待，那么其他一部分啊英军被关押在哪儿啊？那么这个问题我查了相关史料啊，他们记载其他的被俘人员被送到了像大兴、宛平、房山、密云、昌平，被送到了各个州县监狱去关押。那么通过以上这些东西
啊，以上所讲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英法的被俘者被关押的地点非常明确，巴夏里等人是被关在刑部监狱，其他的被俘者被关在大兴、宛平、密云、昌平、房山这些地方，啊，因此这些人所谓被关押在圆明园被受虐待致死，这个说法可以说是无中生有。那么这是我关于英法被俘者到底是不是被关在圆明园当中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就先讲到这里。